我成了右眼乱跳啊，侬看有眼眼眼皮乱跳侬看。嗯。换个座子。不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其实从这个一开始的感觉就是，在补时的阿V啊，什么手球啊？不会手球。妈，他停球的时候，他不会吹手球的。这个不可能吹。真的，我们的这个球迷啊，有的时候说的话，我心里真的是蛮难受。他这个。就说四年后再来吧。看 VAR 了，人翻牌子没用，所有现在进球不管你什么，他都是要 check 一遍的，对吧？嗯、就怕这种遗漏冤枉球。到底在期待些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。谁知道呢？嗯，还有。服了。I follow you。手球吗？只有手球了，可能。没问题的。看一看。有位。有位。哎呦！看吧。可以了。0-0没有发生啊！呜。进攻的号角。什么进攻的号角？他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解说员也挺有意思的。比分还是0-0。89分钟上，他吹起了中国队进攻的号角。他说：“因为不是从第一分钟开始的。”我真气，哎呦，服了又。哎呦，就是被进一个球就不要进攻了。哎呦，吓死人了。能够调整给哎，换个眼睛跳跳了。又是王海坚啊！牛逼，可以翻了，可以翻了，中国队可以翻了！我也说，哎，来了！前越位，抓我们的机会啊！没有，他说前面他们越位换来了我们的那个，我换个眼睛跳跳了。可以，传球是他了。扔掉以后呢，他其实得说点可能信赖上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。可以。这个再不可以，怎么可以？吃水果。看吧，我现在不能说。朋友们，这3分钟的心情。哦，一进啊！没问题。进攻绝对没问题。漂亮，漂亮。还好他跑不动了。可以。那个。那个哥们说对了，中国队吹响了进攻的号角。应该是吹响了地球的号角。啊，对的。